帮我们安排了吗？哇哦！先生，二，对粉丝油腻的话，你们现在就想听吗？一、二、三，有，你们有想选的吗？他们说都不想选，随便。我都可以，你随便选一个吧。好，那就一、二、三。好，那就看一下一是什么。刚我四是不是没有讲啊？抓到现行。你可以讲讲四，因为刚刚正好。对，我先看一下这个，说说自己的粉丝有哪些伴随偶像的地方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先讲讲刚抓到现行的。对于抓。这不是转转推或者是加推的粉丝的话，我觉得加推的话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对，因为很开心，怎么感觉你说这句话？特别是如果刚好也喜欢到跟我，哎，那个测谎仪还在不在后面啊？很开心，那请农业平所有的粉丝加推我们队每个成员，谢谢，他就开心到爆了。然后对，因为主要是就是比如说如果刚好。加推到我也很喜欢的，对，很喜欢的姐妹们的话，我当然是很开心的。对，我刚突然忘记怎么称呼了。你再说一遍，我开心。你知道怎么用了没？我好像知道了。你知道有哪些粉？你知道你的粉丝会伴随偶像吗？啊？什么意思？来，就先按你先。我伸不进去了，谁手那么小？你手怎么这么？是这样吗？是是是。好。对。要先按是吧？如果你的粉丝加推你开心吗？加推我当然开心啊。你的粉丝加推你，就是你的粉丝加推其他人，你开心吗？开心。没摁到。哎，坏了，这个没有用的。再动，再动。哦，所以就是哎。Lie 有两个 ，True 有三个，所以半真半假吗？不是，他没有被电到，就证明他这个过关了。但他这个是随机的，我上次就是玩这个，我还没问他就把我电了。因为你整个人都是一个谎言，棒，对吧？对吧？但是如果转推的话，要看情况。转推的话，怎么说呢？如果转推的话，我希望是和平转推的。如果是不开心转推的话，我就会觉得，就会对，就会很难过，对，就会很难过，然后也会，不管是和平的还是不和平的，我都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啊，然后哪里出现了问题，我会向他转推的那个偶像去寻找一下，就是有没有什么我没有的闪光点，对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现在选了另外一个 MC 话题吧。哎，我们刚刚选的是说自己的粉丝有哪些伴随偶像的地方。好的，什么？你说的很对呀、啊。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熬夜。熬夜哦，是。对，我的粉丝的话，应该就是黑眼圈吧？对，黑眼圈，跟我一起熬夜，跟我一起早睡。我知道我的粉丝什么了。干什么？什么？没有，那没有，不是的，我不抠，那个不随。哦，抠？对，我觉得应该是跟我一样吃吧，能吃。抠。能吃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我跟我的粉丝都很能吃，然后是个吃货，然后我们都有点胖，对。真的吗？你看看你看看你占据的粉丝，他胖吗？他不随我，我不抠。嗓子都很好，是真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对嗓子都很好，嗓子好，对，应该是练过声乐的，唱歌肯定都很好听。来，那我们轮着说一下吧。来啊，我的粉丝可能跟我一样，就是不爱营业，因为我不怎么直播，不怎么出现，所以我的粉丝也不怎么出现。所以我的粉丝也不怎么直播。对，是这样。你呢？哎，对了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，昨天就是是昨天吧，前天给你献花的时候，忘记给你摸腿了。现在，对，快安排上，快安排上。我最喜欢干这个活了。就是，好可怕。倒也不必，你现在是在搓澡吗？
我作证，他昨天晚上洗得很干净。好，到我们的男朋友。我的话应该是就是我自己吃饭其实很不规律，就有一顿没一顿的。对，有时候就是粉丝加班啊，他们吃饭也很不规律。对。所以以后就不健康的行为，大家好好吃饭，不要学我。这样子以后你每次吃饭的时候都直播，然后跟他们说你们现在吃饭了才可以看我的直播，不吃饭就不可以看我的直播。这样的吗？然后大家就一起吃饭。对，监督他们。来，到你了。我的话，也是一样吧，熬夜。然后还有呢，就是感觉我的粉丝的话，就握手会来观察来看哈，就我发现他们都是后面的头发多，然后前面的头发少。就刘海的头发比较少，你后面头发也不是很多，相比我的刘海来说比较多，然后他们的海拔都普遍比较高，对啊，这是伴随偶像吗？就比较矮吗？哎，不是啊，没有，我没有攻击粉丝的意思啊，就是比较小巧玲珑，比例好，来，对。我想偶像随粉丝，就是因为他们老是催我直播，你们能不能直播给我看看，然后我就直播，然后呢就主要是他们还老是让我双马尾上公演，然后我就给他们说你们下次一排连坐，然后全给我扎个高双看一整场，并且击掌我就扎好吗？对，我觉得那这样就每集齐七个粉丝直播就换来王九一次直播，每集齐七个粉丝扎双马尾，他就扎一次双马尾。哇哦，现场还有王九一粉丝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超过七个。哎，我今天扎了双马尾，算一个吧。你下去坐着看一整场。真的吗？起来。没有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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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到我了。哎，我刚好说过了，但是我刚刚又想了一下，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挺我粉相哦，我粉相是什么鬼？然后粉丝挺就是随我，然后我也挺随粉丝的，就是我跟我的粉丝都像那种处的像朋友一样，就是他们开起玩笑来呀，怼我真的是可以把我怼到那种就是，我怀疑他们就是我欠了他们就是几百万，可能把他们钱是。然后就是那种就很吓人，怼得很吓人，然后甜的话又甜到那种特别腻。其实你仔细想一下，你出道三年了，粉丝在你身上花的钱也差不多了，也差不多了。那有办法，我把自己卖给你们吧，都赔不起。你已经把自己卖给私发了。对呀、啊，然后我就觉得但是我粉丝甜起来就是对我做的一些事情呢，我会觉得非常的感动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挺哎，怎么变成夸粉丝呢？我觉得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粉丝做的挺棒的一件事，是觉得自己特别欣慰、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情。对，我爱我的粉丝们，我觉得我的粉丝真的是，哎，我是不是讲到第二个话题去了？油腻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这样了，该你讲了，讨厌。你觉得你这个可以留到明天再讲这些东西哦？真的啊？对啊，对，我的粉丝等我哟，明天给你们说。哇哦！那个吐的出去吐。我吐了，我可以出去吗？出去，别回来了。等我了，一人一起走，两个狗一起走。我的粉丝，我觉得我的粉丝。就是我其实想说一件事情，我智商这么低都怪他们。我想说一件事情，我希望你的粉丝以后喊 call 请讲那个普通话，因为每次说粤语我都希望你翻译一遍。不，说不，他们如果讲普通话的话你们就听得懂了。我就是想听啊，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。为什么不让我们听懂？不让我们听到是小秘密哦。你们搞这种好乐。哎呦，你们在公演上大庭广众之下，然后大家都只有你们互相懂的暗号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因为他们老是要么我听到了，就是我听到了，就是要么就说我忘记坐过站了，忘记考试了什么这种，我觉得我记得有一次什么吊戏偶像是吧，你丢东西了。对，那次我居然听懂了。对，所以对，然后遇到过的就是什么丢投票券的也有，然后丢到哪儿去？丢到别人那里去了。就是他也不知道丢到哪儿了，但是我觉得吧，反正他也不知道他是给谁投票，如果不是给我的话，我也没有什么好可惜的。他最好是真的丢了。还有就是什么
忘记带考试带准考证的，对，这种，哇哦，就太傻了，就不能那么傻。所以，那你的粉丝随你一样傻呀？我很聪明的，众所周知，邓文是我们三期最傻的那个。真的？对，真的，一直都是这样子。那为什么我不知道？我现在才知道。不要说出来嘛。对他们这年头连傻都有人要抢了啊。该你我的话，我想一下，我的粉丝好像随我的好像只有甜了呢，毕竟他们叫瑞士糖嘛。那我的粉丝还甜甜圈有两个糖，比你多一颗。甜甜圈甜甜并不是糖糖圈好吗？但是它很甜啊，都两个甜。糖不甜吗？那个最甜了。邓慧又站在中间。太惨了吧。没有。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不是年底整顿了，刚刚开年大家就又开始那个草长莺飞那个什么。春风吹又生是吧？那个对，好了，那我们每个人都讲过了，现在就到生祝环节了。生祝有没有啊？有木有人有？一二三，没有。后台的小伙伴准备一下，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公演曲吧。耶、yeah! ！